好吧，我记得这边呢有一只长得像重爪龙的，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我们有没有抓过啊？我们来抓一些这个奇妙生物好不好？像这个也算是甲龙属的吧？哦，这只我也没有抓到，哦，来录一下好了。碰碰嘛，啊，抓什么？碰碰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哇，这么屌，撞一下就坏了。碰碰，碰碰在雪山嘛，对不对？我要射他的背零滴呢，而且不会加麻醉，他的背居然这么的硬，硬到没办法把麻醉打进去，要打下面。哇，这个设计好屌哦！欸，那这样子如果霸王龙咬他的背，是不是也是零啊？欸，这样还蛮坦的欸，甲龙那边的嘛，那一类的吧，看得出啊。欸，干，啊！What the hell？ 啊哟！啊哟！啊哟！哎呦，中哦！别！啊哟！最后一发，一发入魂！啊哟！啊哟！你干咩？哦！啊哟！弄坏我的装备，你要怎么赔我？噔噔噔噔噔噔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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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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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批很纯，这批很纯。撑住啊！撑住啊！一箭双雕啊！可以的，你看，我们的狮鹫兽这么的耐操，表示。主人，快点！我帮你 hold 住 ，carry 你。好的，好了。你想去哪里啊？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什么？哇，死定了！八七 ，no， 完了，有没有救？这有没有救？感觉没有救了，大腿肉。不是吧？你没有大腿喽？你没有大腿喽？你身上应该有吧？哎、欸，他没在扣氧气啊，还好这里算是浅的。你快点起来！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龙？这什么龙？好像跟重爪龙那边算同类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两只，我们去抓他的鞍好了，看他的手。有，什么？他的手？娘，是我想太多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他可以不用鞍呢、欸。哦吼！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玩过石器时代？石器时代记得有一只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防御力超高的。然后绿又是绿色的，绿色防最高，有没有？石器时代的那一只，会不会就这一只？没什么能力，就右键左键这样子啊。不知飞远远。哎、欸、呀，跳起来好好玩哦！我看一下，它长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做鸡龙，对吧？加防御而已哦。那跳起来，什么声音？好，没事。啦，咬不到。右键跟左键有什么差别啊？我看一下右键功能。它完全不鸟，我的右键应该只是单纯的吓唬而已吧？对，所以最主要还是左键攻击。魔主的新狗狗，这个跟那个猎狗差不多吧？新品种哦，
新品种嘛，它掉下去了，在这里看一下，感觉比较壮哎、欸，比较凶，看着很小。嗯，居然，我们试试看哦，反正我也是第一次尝试。这种生物不是用喂食，靠近喂食、哦、不然就是直接射晕这两种而已啊。大多数捕获方式都是这个样子啊。看起来像狗又像熊，而且还比我大只。这是藏獒犬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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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怎么这么的容易呀、啊？噔噔噔噔 ，take it for 啦！你那个装可爱哦，喵，那个什么声音？你好凶啊！这叫什么？来，给你们上网去查一下，好不好？哦 ，DINOCROCUTA 啊，有没有跟你们家的狗很像？有没有？你家狗是不是都这样子？的确是呢，他们的那个笑声超讨厌的。这还会想到我以前在玩那张新地图的时候，哦，受不了，三不五时遭受到那个什么猎狗的袭击，然后在那边还在那边笑你，有没有？哦，我能感受得到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大只哦，天哪、啊，屁啦！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办法养这种狗啊？我跟你讲，打架以后你要跟人家打架，你带你家这一只出去，我跟你讲，它先跑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先给你器械投降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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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我咬了这是什么迅猛龙？哇，新生物就叫被我咬死了。然后这边有一只螃蟹，我记得这只螃蟹的声音像唐老鸭、欸，哎，等一下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没办法射晕的吧，要靠近喂食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们看一下它吃什么。鱼肉，优质生肉。哇哇！唐老鸭的叫声，被发现了，快跑！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哇 ！Nice， 哦，可以直接上去。哇，死给，死给！死给！但是我不能动，我负重了。奇螃蟹有没有看过啊？除了异变的巨蟹怪之外呢？这是我第一次骑巨蟹怪以外的啊螃蟹甲壳类生物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乌龟我已经骑过了。哦、啊，这个不知道第几次，第五次。老头做个蟹肉棒给你吃，不要，我要自己吃掉。哈哈哈，有点吵。完蛋了，我打不赢啊！一整群螃蟹这样吵起来，我感觉我耳朵要爆了啦。哇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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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螃蟹！哇！那吵死了！不管老头刻了多少，都给我来一点哦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扩展包的，哎、欸，这只我想抓，可是他们现在打成这样子，完了，感觉有点不太妙，帮他们清一下好了。相对这个，相较之下，这就好抓多了。哎、欸，白色出来了，始祖鸟没那么大，这是模组放出来的东西。好不好？毛发不错吧？色泽鲜艳啊，这个也是。然后呢，这个一样是有那个领袖性质哦。它等级比较高，它的攻击力就会加成，像它身上放红光一样，跟巨猎犬巨猎狗一样，哦，跟巨猎狗一样。快点啊！
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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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嘿，他动作好像迅猛龙哦，那是同一个模组做出来的啊，用这个迅猛龙的那个建构去把它模拟出来的小道龙。我有会飞的哦！啊！救我！你们要去哪里 ？No！ 哎，对，咬死他！妈的！哎，阿力是被 kick 的，大哥啊！大哥，嗯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他越跑越远逃家哦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啊，哇塞，私奔哦！他们一直往前，怎么这样子？这是 bug 吗？他在一直往前呢、欸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直接给你就是来不没办法刹车超速了，那我们稍微绕一下，不知不觉已经绕了一大半了。有啦，这是什么？新的鱼？这海象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它不会主动攻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、欸、靠近会死哎、欸。哇，土墨汁，啊，土墨汁哎，哇哦，这几下密码哥，嘿嘿嘿，这什么鱼啊？好可爱的感觉啊、哦！龟头鱼，哎、欸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干什么干什么？干什么东西？在观赏那边弄我，什么能力？低温抗性。另外一个是看不懂，一大串英文，看不。左键 ，C 键没功能。它有低温抗性，能不能去深海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啦，看到鬼哦，来送你一发。哦，有哦，哦，来了，直接靠近驯服哦，大家来了。No！ 先把你送走。哎、欸，他不理我哎、欸。这是靠近驯服吗？这只是什么？苍龙改。这只好大只哦、喔，而且他好像对我比较没有什么强大的敌意耶、欸。靠近驯服。哦，会咬人。会咬人，但是它咬不到。不对啊！哎、欸，射得晕？不是啊。屁啦！这么多只，这样子才一趴，但会死会死。我讲真的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杀人精啊、喔？哎、欸，前面一大堆杀人精啊！啊，杀人精！连杀人精都出现了，哇！生态变得好丰富、哦，我的天啊，怎么那么丰富啊？这样抓得到啊？行啊，感觉得出来，可以的啦。有没有？苍龙，新型苍龙表示：“我干你的，你居然一直跑！”表示都给你玩就好啦，对啊，本来就是都给我玩就好了，不然你以为都给你玩吗？是不是？
都给你玩，对啊，都给我玩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嘞，他是不是没体力了？好了，瘫软，那还真好用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烦，还好他那个掉麻醉没有很快、啊。秦齿龙，老师啊，不是新苍龙，好吧？秦齿哦，一直来呀、啊，不要一直在那边，走开呀、啊！非情勿扰啊！游泳速度算慢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比苍龙好的点在于说，它的旋转摆动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因为苍龙旋转摆动180，这个可以马上给你90，好吧，一个90度有没有？滚！这个在努力的细心栽培，移动速度稍微点高一点，可以取代我们的苍龙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苍龙就可以准备退休了，好不好？虽然它游的有点慢啊。C， 它的右键是怒吼，怒吼有什么屁用啊？敢自己咬屁哦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了？万劫了！哇哈哈！哇，万劫！我按 C 键好像是会吃鱼肉补血，是不是？我刚刚突然消失，移除了30几块鱼肉，就是坏掉了。哦，他自己在吃啦。右键。哦，原来这个右键是有伤害的、哦。吼一下，吼一下，185D，霸王色八 G， 超级霸气，流血效果乱喷，抓回去魔改一波，这个魔改就超强了，好不好？可是它不能改移动速度啊，我觉得很可惜，那只能改攻击，我这乖乖的只能点移动速度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如果那我可以改移动速度，该有多好啊！而且其实说真的，它的初始的数值有到7200，其实我觉得比一般的龙还要强。哇，好险！モド速く，你好快啊！快还要再更快，没什么伤害。哦哦哦哦哦，行行行行行，那右键是什么？没体力的，没体力的，哎呀，扔卡，我卡巴是要怎麼走啊？卡巴去啊？哎，都是同类，你这样子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没听过吗？你这样不太对哦。各种杀人精，你到时候再抓，你体力一下就没了。Nolo Life 呢是个手机直播平台哦 ，Google Play 跟苹果上面都可以下载啊。手机搜寻 Nolo Life 下载以及注册啊，就可以进行观看了。那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，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 ID 82466444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 gay 拜的照片，没有错，那个就是我。好、哦、啊，那边有一个追随，大力的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啊，死命的给按下去，可是只按一下就好了，拜托，不要按两下，不然会取消追踪。哦，拜托了，关怀老头，好不好？老头弱势，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 NoNo Life 不见不散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